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愿平安与你们同在。各位兄弟姊妹，现在们大家认罪虔诚的举行圣祭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认我在思言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，我罪，我的重罪。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姊妹为我祈求上主，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基督，求你垂怜。基督，求你垂怜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天主在天受光荣，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。主，天主，天上的君王，全能的天主圣父，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，赞美你，称颂你，朝拜你，显扬你，感谢你。主耶稣基督，独生子，主天主，天主的羔羊，圣父之子，除免世罪者，求你垂怜我们。除免世罪者，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。坐在圣父之右者，求你垂怜我们，因为只有你是圣的，只有你是主，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耶稣基督。你和圣神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。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你仁慈地拣选了圣马窦，使他由税吏而成为宗徒，求你帮助我们藉他的教导及代祷，忠诚地跟随基督，一心孝爱你，侍奉你。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，永生永王。攻读圣保禄宗徒致厄弗所人书。弟兄们，我这在主内作为囚犯的，恳求你们行动务要与你们所受的重召相称，凡事要谦逊温和忍耐，在爱德中彼此担待，尽力以和平的联系保持心神的合一。因为只有一个身体和一个圣神，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希望一样。只有一个主，一个信德，一个洗礼。只有一个天主和众人之父，他超越众人，贯通众人，且在众人之内。但我们各人所领受的恩宠，却是按照基督赐恩的尺度，就是他赐予这些人作宗徒，那些人作先知，有的作传福音者，有的作司牧和教师，为服务圣徒，使之各尽其职，为建树基督的身体，直到我们众人都达到对于天主子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，成为成年人，达到基督圆满年龄的程度。上主的话。赞颂天主的声音传遍普世。高天陈述天主的光荣，
穹蒼宣揚他的功程，日與日侃侃而談，夜與夜知識相傳。不是言也不是語，是聽不到的語言。他們的聲音傳遍普世，他們的言語達於地極。阿利路亞。天主，我們頌揚你，我們承認你是主，我們隨同你光榮的宗徒一起讚頌你。愿主与你们同在。恭读圣马窦福音。那时候，耶稣从各法翁前行，看见一个人在税关那里坐着，名叫马窦，对他说：跟随我。他就起来跟随了耶稣。当耶稣在屋里出席时，有许多税吏和罪人也起来同耶稣和他的门徒一起坐席。法利赛人看见，就对他的门徒说：你们的老师为什么同税吏和罪人一起进食呢？耶稣听见了就说：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，而是有病的人。你们去研究一下，我喜欢仁爱胜过祭献是什么意思？我不是来要来召义人，而是来召罪人。上主的话。今日教会里面庆祝圣马窦这个宗徒，这个圣使。福音里面记载着他的召叫，很简单。他在一路做紧嘢嗰阵时候，在税关里面做嘢，耶稣经过，耶稣经过叫他来跟随我。而一个咁嘅召叫就改变了马窦这个勒未人的一生。耶稣的召叫，他把声一入到他的心灵，他改变了他。改变了什么呢？有三样东西我立刻想到的，也都给到我们一个的提醒。我们都一样，我们领了洗，我们被自耶稣个别这样要求我们来跟随我。而我们有没有这三样的反应？第一样东西的，就是正如第一篇的读经里面圣保禄有提，耶稣的召叫的是有着同一个的希望，一个主，一个信德，一个洗礼，所有人都会被召叫的，没人例外。所以所有的人都是藉着洗礼以被你召叫，而每个人都在一个嘅有住一个共通点嘅，就是、有住一个嘅召叫，而呢个召叫里边有足够嘅恩宠，系要到我哋去嚟发挥住每一个人天主要我哋做嘅嘢。每个人嘅召叫系唔同，圣保禄有讲话，有啲人系做咗宗徒，有啲人做先知。有些人传福音，有些人做师母，有些人做教师，有些要服务圣徒，有些要服务教会，使之各尽其职。各尽其职呢，最重要的就是建树基督的身体。所以这样东西最重要，每个人所做的东西都不同，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将它来奉献
为耶稣基督、为教会来奉献、来做。每个人有不同的职业，每个人有不同的情况。就算是读紧书，一个小学生都是有着他的职责，有他的使命。去到或者退了休，亦都是有着一个特殊的情形，但是要继续去来帮助教会，帮助建树身体。甚至一个人或者整生的病了，在病床上面都是一个特别的情形，都是一种的召叫，都是一种的方式去来传播，去来跟随主耶稣，去来传福音，为教会做事，一路这样来奉献他的痛苦，奉献他的健康，来传福音，带领着周围的人，藉着他来明白什么为之痛苦，什么为之病重。而每个人虽然有着不同的召叫，但是都是一样的，迈向着的都是一种一样东西。迈向的这个人就是圣保禄所说，将他的信仰和认识一路直至到成为成年人，达到了基督圆满年龄的程度。即是说，希望我们一路去的时候，直至到我们生命的完结的时候，生命的完结的时候，能够成为信仰上面的成年人。这个就是进入永生的一个的途径。我们一路藉着我们的年纪，一路一路地直至到最后唞最后一口气，就是我们的信仰刚刚在世的完结的时候，希望能够达到一个成年人，即是基督圆满的年龄，准备进入永生。这个第一样东西，我们受到召叫之后直接看得通的东西。第二样东西的，也都是圣保禄所说的行动，在主里面跟随着主的话，行动务要受我们的宠召相称，即是说我们要做的事要配合我们是一个基督的追随者。基督的追随者是要怎样？谦逊、温和、忍耐、爱德中彼此担待，尽力以和平来联系，保持着心神的合一。这个就是我们被要求出来领了洗之后，基督的召叫能够要相称回我们的行动，我们的思言行配合回我们做教友的职责。最后一样东西的，就是在福音里面提到，当马窦跟随了他之后，亦都因为他做很多的福传，亦都带到很多的他的同事税吏，很多的罪人，人家人称叫罪人，跟耶稣带领到他们去见耶稣，听耶稣讲道。但是法利赛人一见到门徒，就是说他们不屑于为什么跟罪人在一起。但是耶稣听了之后，就是说不是健康需要医生，是有病的人。耶稣来到的是召罪人，我们个个都是罪人，没人不是。所以我们希望第三样东西要学的，就是藉着我们的召叫，不要去来比较他们的召叫的方式，更加不要去来鄙视其他的人，认为用手指指住他人，你看看他们这么差。其实我们不一样，不过争在我们的受了召叫之后，我们去奋斗，希望我们能够生活能够相称于我们。而最重要的就是他们无论他们什么过往的生命是怎样，只要他们忏悔，都是我们的兄弟姊妹。所以我记得前一排听到有一个人说，告诉人哎，他以前很差的，他以前做妓女的。我说为什么我们这么鄙视人家？只要他能够归依跟随耶稣基督，有多少的圣人之前也是一个荒唐的生活，但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归依，他们忏悔而肯跟随耶稣基督。
所以这几样嘢就系、是、马窦听到咗耶稣嘅声音，即刻跟随佢。佢嘅耶稣嘅声音入到我哋嘅心灵嗰时候，有冇改变我哋？改变我哋，改变我哋，转咗我哋嘅生命，睇得通我哋嘅召叫系乜嘢？然后要我哋嘅言思言行要相称，然后就唔好去嚟用手指去嚟指住其他人。啱啱相反，希望所有人都能够归依跟随基督。而家喺弥撒继续开始，希望我哋能够模仿到马窦，佢点样能够追随住耶稣嘅召叫嘅？上主万有的天主，你赐给我们食粮，我们赞美你。我们将大地和人类劳苦的果实麦面饼呈献给你，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。上主万有的天主，你赐给我们饮品，我们赞美你。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献给你，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品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请你们祈祷，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。上主，我们今天在圣马窦的庆节向你献上虔诚的祈祷和礼品，你既藉中途的宣讲坚强了你的教会，求你也不断以圣言和圣事滋养你的子民。因主耶稣基督之名，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请举心向上，请大家感谢主，我们的天主。主、圣父、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，实在是理所当然的，并能使人得救。你将你的教会建基于宗徒身上，使教会在地上成为你圣洁永恒的标记，并把天国的福音宣布给普世万民。为此，我们随同所有天使热诚地向你讴歌，从现在直到永远，不停地欢呼。圣圣圣，上主万有的主，你的光荣充满天地，欢呼之声响彻云霄。奉主命而来的当受赞美，欢呼之声响彻云霄。上主，
你實在是神聖的，你所創造的萬物理當讚美你，因為你藉著你的聖子，我們的主耶穌基督，以聖神的德能養育聖化萬有，又不斷為你召集子民，好能時時處處向你呈上純潔的祭獻。上主，所以我們懇求你藉著聖神聖化我們獻給你的這些禮品，使成為你的聖子，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聖體聖血，我們遵照他的命令舉行這項奧祭。他在被出賣的那天晚上，拿起面餅感謝讚頌你，把面餅分開交給他的門徒說：你們大家拿去吃，這就是我的身體，將為你們而犧牲。晚餐後，他同樣拿起杯來，感謝讚頌你，交給他的門徒說：你們大家拿去喝，這一杯就是我的血，新而永久的盟約之血，將為你們和眾人傾流，以赦免罪惡。你們要這樣做，來紀念我。信德的奧祭。上主，因此我們紀念你的聖子，為拯救世人所受的苦難和他光榮的復活升天，並期待他再度來臨，以感恩的心情獻上這具有生命的聖祭。請垂顧你教會的奉獻，並接受這贖罪的犧牲。求你使我们藉你圣子的圣体圣血得到滋养，并充满他的圣神，在基督内成为一心一体。愿圣神使我们成为你永恒的祭品，得与你拣选的人首先与天主之母同贞荣福玛利亚、他的正配圣约瑟、你的圣宗徒及光荣的殉道者和圣马窦，以及全体圣人共同继承天国的产业。我们靠他们的转求，不断地获得助佑。上主，但愿这与你修好之祭，有助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得救，并使旅途中的教会、我们的教宗方济各和我你卑微的仆人与所有主教、圣职人员，以及你所救赎的全体子民，在信德和爱德中坚定不移。你既愿这大家庭设立在你台前，求你也抚允全家的愿望。仁慈的圣父，求你使散居各处的子女和你团聚。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、已亡的亲友和所有在你宠爱中去世的人，恩准他们进入天国。我们也希望将来在天国永远同他们共享你的光荣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，因为你藉着他赐给世界一切美善。全能的天主圣父，一切崇敬和荣耀，藉着基督，皆同基督，
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，都归于你，直到永远。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，又承受他的教导，才敢说：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。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上主，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，因此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。更求你大发慈悲，保佑我们脱免罪恶，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，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。主耶稣基督，你曾对宗徒们说：我将平安留给你们，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。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，但看你教会的信德，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。你是天主，永生永王。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。请大家互祝平安。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垂怜我们。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垂怜我们。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赐给我们平安。请看天主的羔羊，请看除免世罪者，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。主，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灵魂就会痊愈。主说：我不是来召义人，而是来召罪人。
请大家祈祷。上主，圣马窦曾在自己家中欢宴救主，我们也在这圣餐中分享了救恩的喜乐。求你藉这神粮帮助我们追随救主基督。他来到世上不是为召义人，而是为召叫罪人，使众人藉他而得救。他是天主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。愿主与你们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、圣父、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。弥撒礼成。圣人罗格随役主保重。天主，你曾垂允圣罗格恳切之祈求，因赐他作瘟病之主保，使凡因圣人之名求他保佑者，驱得免疫症之害。我们恳求你，因赐我们因纪念圣罗格圣人和他的功劳，赖他的转求，除免我们神形诸役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。阿们。大圣罗格。